你找谁啊？我找一下唐心怡。你认识他吗？这花怎么回事啊？道歉用的。道什么歉啊？在一次演习中吧。哦，唐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什么大事了？等我测试完这颗子弹再说。他来找你了。谁啊？就是那个，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吗？看什么看？进了实验室就安心一点。你导师没有教过你啊？不管是谁，都在门外等着。可别怪我没告诉你啊。那个小兵他来找你了。哪个小兵？就是演习的那个小兵啊。就在门外呢。你来干什么？报告，我是来道歉的。道歉？没有这个必要。对不起。演习的时候也是情势所逼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走。是，请您收下。我要你的花干什么？不管您要不要，这是我的一片诚意。对不起。首长，要扔也等我走了再扔吧。小唐，你忙啊？铁工，瞎忙呗。啊，好，你们忙。啊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等等。在门口等我，我一会儿出来。怎么没完没了了？小杰，到。我出去一趟，如果主任问起来，就说我老乡来了。啊，你们俩这么快就约上了？什么跟什么呀？一定要好好收拾他。怎么收拾啊？这是我的事儿，我走了。送你了。这本来没事儿，这一收拾倒有事儿了。上车。首长，列兵上车。还准备两束呢，准备充分吗？这是送给别人的。你行啊。我听人说送花是代表道歉的意思。我们去体育大学。
来这儿干嘛？唐助教，今天有课。加课。你欠人家钱啊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啊？那你怕什么？我对象在体育大学。可以啊，还找了个大学生呢。下车。首长，首长，首长，换衣服。首长，何必呢？你不是能打吗？我今天就要见识见识你到底有多能打。没这个必要啊。有这个必要。我不跟女人打架。当时是演习，没办法，对不起好吗？何晨光，别以为只有你没有输过。首长，你太没礼貌了。你脱了我的衣服，还跟我讲礼貌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礼貌。首长，您这可都是杀人招式，不是格斗招式了，不太好吧？首长，我再说一次啊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演习就是战争，我是别无选择。少跟我废话，别跟我提战争，我战斗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擦鼻涕呢。
首长，咱一码归一码，不带生气的。